找到了，只见50多岁爬柴山妇女已经体力不支。还 OK 吗 ？OK 啊，可以可以。有点换气过度的现象。OK OK。血压血糖都是正常的。他是坐在那边，然后全身湿透，然后有一个莲花指鸡爪的动作。啊，我询问之后怀疑他是换气过度的现象，然后请他缓和，深吸深吐，慢慢的平复情绪。会负责你就慢慢慢慢走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哈。50多岁潘姓妇人19号独自到高雄柴山秘境沙滩军事遗址碉堡内，疑似换气过度眩晕受困。如果觉得没有力就先停下来，没关系，因为这边是斜坡，比较危险一点。我可以的。对啊。行销认定妇女应该是中暑，已经顺利将她带出，呼吁民众最好评估体力并惜伴登山，千万别独自私闯秘境，以免走失。大爱新闻高雄综合报道。